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欢迎你们收看我的迷你世界。好嘞，今天的话，强哥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玩一个跑酷，这个跑酷可长了，是三界跑酷。何谓三界啊？一，地面是属于凡界，然后地底是属于那个地狱地面，还有空中啊，还有太空啊，呸。我好像表达的有点不太清晰，就是地面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叫第一界，然后第二界是地狱，好吧？快跑了，走喽，走走走，这个跑酷会有点长啊，所以喜欢看跑酷的小伙伴们可以一饱眼福，闻了，可以一饱眼福了。这个跑酷强哥已经在那个直播当中已经是玩过了，所以咱们会很快的跑赢啊。这个雪堆我们不能踩上去，它会可以把转下来的。大家如果喜欢我跑酷的话，也可以去下一站这张地图玩一下。好了，暂时我好像是第一名啊，快跑啊，你们加油啊！走走走，上到了，他们还没来吗？强哥是不是强哥不能等他们？这张图太长了啊，等人的话。就会要很久时间才能完成。我的，我马上看到终点了，就已经这一关马上就要过了，掉下来了，可伤了。跳，上，跳，然后这边好像是有钻石剑，拿个钻石剑，回城卷轴放这边吧，用钻石剑去到荷花上面。到了，哎，已经有小伙伴们跟上来了啊！这样的话，强哥不用着急了。回，我看紫墨、利落、朱贤都已经跟过来了啊，就是吧？跑酷就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起通关。这边稍微的比较简单，这样跑酷难就难在比较长啊，其实都还好。到了，钻石剑跑酷，走走走走走，到了，滚筒，哎，简单，别踩白块，哎，快速一点，走走，就过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踩边上就行了，不要走中间啊，中间会比较慢一点。跳过来，然后按住。Shift， 一次过很简单，这里的话比较简单。跳跳，边上还有大风车呢。走走，好，轻松过关。下一关，看上面，看下面的方块，然后跳上面，上面是空气墙啊。跳跳过了，我好像。超过他们好多了耶，完了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哇，还是掉下去了，哎呀，不能太快啊，不能太快了，太快的话容易掉下去，完了，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要掉下去的，我是想要等一下后面的小伙伴，他们，我就是要等一下他们，你看他们还隔我好远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得等一下他们，你们快点呀。强哥都等不及了呀！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人说：“强哥，你个小菜鸡儿！”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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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有人来，有人已经到了，有人已经到了。哦，我到了，这边是弹弹乐，微信跳一跳，跳一跳，跳一跳。好。高空，高空，高空，高空。下面是岩浆，我们得小心。完了，不能犯低级的错误了。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哦，硫磺金沙，加速过去，加速。让他们等一下，过去，简单 ，so easy， 过去，过去。
过去，哎，简单，哇，咋不简单呀？我的天哪！哦，最后一下失误了，好难受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走你，走你，走，哎，哎，走你，哎，通关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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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大哥啊，哇，这跳跳跳跳跳跳，哎，我挂了。哎，林姐，林姐来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到了小迷宫，你们要加油啊，你们这群跑酷小渣渣，你们认为你们是跑酷小渣渣吗？五五五到了，简单，简单，这种太简单了啊！好了，哇，心跳水立方，啾！啊，我们要到地狱了，我们凡界已经是通关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地狱了，地狱到了。然后我们要把回尘给丢掉，以免按错了手键按回尘啊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地面地狱是没有复活点的。哎哎哎，丢掉！怎么刹车啦？你们要加油，强哥已经到地狱喽，加油哟！马上到喽，哎，我到了。哎，走走你，走你。好，他这个是有那个空气墙的，所以咱们不用回城，而且我把回城也丢掉了。如果是这个时候，我绝对会手键按一下回城，是吧？然后就回来了。想必有很多小伙伴手键也会按一下回城，所以强哥把回城丢了是正确的。哎呦，我的这个卡拳击啊！走上去，跳跳跳跳。跳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跟不上我的脚步呢？怎么跟不上我的步伐呢？你们还在好远好远呢。哎，我跳我跳我跳跳啊，这个轻松加愉快啊，到了。哦，这被弹得好远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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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，哎，到了，简单。像强哥这种跑酷大神是吧，这种简单的跑酷对于我来说的话简直是小菜一碟了。哎，我跳，走你，跳跳跳，这菊花一紧收了，跳跳跳，哎呦，又收，又是菊花一紧，跳，通关。这地狱的跑酷也是很简单的，跳，好，到了，走中间就行了。好，又到了，跳，哎，完了，这卡了一下，哦，这个藤条被藤蔓给卡住了。跳，直接走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可以跳过去的。哎，可以，距离刚好够，距离刚好够啊。慢点，不要失误，只要不要出现失误就没有问题。一次性过。到了，高空走栅栏，慢点慢点慢点慢慢。跑酷最精髓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零失误，不要出现失误，你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出现失误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稳稳的拿第一名，对吧？跳跳跳跳，哎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轻松通关。好，放车走了，你们加油啊。好，这边是视觉冲击啊，哇哦，这个图做的还是可以的。我把你们甩得太远了，哦，荧光镜里，哇，这地下还有一个好漂亮的宫殿呀，一个亭子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深海呼吸剂，
又到了地表了，我要坐飞机、火箭，我要升空啦！呜，我游了，我没了，有水，你跑完了，我已经到了太空了，你们快点呀！我已经到太空了，你们快点啊！全部坐火箭已经升空了，现在我们立马就要在太空完成我的太空跑酷了。地面还有地狱我都已经跑完了。好啦，哇哦，你看这个星球上面还有那个做成的那个星球的模型，像一颗颗的什么，这个应该是火星吧，还有环啊，土星才有环啊。一言难尽，你们能过关吗？反正强国是不会等你们的哟，因为这张图实在是太长了。拿两个氧气背包，拿三个吧，带上氧气背包，记住一定要吃食物。好的，跳跳，我们有重力，到了太空以后就来自第一名的嘲讽。我没有嘲讽你们啊，没有那个意思。哎哦哦哎呀哎哎哎，轻松加愉快，愉快加轻松，这个地方有点难，慢一点，我们落点一定要准，落点一定要准，到了，落点一定要准，好 ，OK， 哦嘿，到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一次性过啊，这张图我已经玩过两遍了啊。哦哦哦，啾啾，哎这呀，我又掉在这个马上就看到终点的地方了，哎哎，难受。有人已经卡关了吗？有人来太空了吗？我觉得我通关了，你们还没有来太空，那就尴尬了。哎，加速跳，我好像没有吃烤全鸡耶，我要吃个烤全鸡，这样可以加速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慢一点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慢一点。直接跳第二根柱子，哦哦，跳一下，知道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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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有点太滑了，我好像听到有火箭的声音了，他们好像已经快来了，他们已经来了，就直接过去，漂亮，跳跳，哦，鬼火也来了，哎。哎哎，我到了，有人已经来太空了，但是强国好像要通关了啊，强国已经快通关了啊，走，跳跳，喂喂，感情我倒数第一名，林姐刚刚不是就在我边上吗？你们变倒数第一名了，喂、哎哎哦哎，拿起来，哎，蘑菇云要什么收集啊？要用什么东西收集你们知道吗？用瓶子，对的，跳，已经有一个人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有看到一个人了，应该是鬼火，他刚刚说他来太空了。跳跳问答区，蒙眼星上的叮叮咚咚当当能驯服吗？可以。兴起时激活图腾号可以持久多久的氧气区？好像是五分钟。没错。蒙眼星可以用什么？蒙眼星团可以用什么？玻璃瓶刚刚还做了。
飞机用什么可以驯服星光孢子种子？战斗机会在哪个方块上巡逻？荧光金块。没错。好，我通关了，我过了。走，坐上我们的矿车 ，Let's go！ 呜呼，遨游太空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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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们才该上太空啊！啊，有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是刚进来的。哇哦，太空上面的滑滑车很好玩。呜呼！你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哎，我怎么看不到我们的地球呢？这应该是月球吧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地球，地球跟月球应该是很近的才对啊，那就是看不到。好，我到了，又是视觉冲击，哇呼，荧光晶体，星光孢子，呸，说错了，哇哦，这个有点晃眼睛啊，哇，这个也有点晃眼睛，视觉冲击。这个三阶宝库果然名不虚传，还是挺好玩的。哦，那边还有那个氧气背包做的东西。再次感谢你下载，同时也感谢你坚持跑完了我的跑酷，很好玩那儿，可以的。哇哦，这里面好多东西，你看，哇，氧气背包、星光包子，什么东西都有啊。好啦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我跑完了。好了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三阶跑酷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大家喜欢这张图的话，也可以去玩一下哦。啊，还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呢。下期见，拜拜。